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小小的雍裹式的披肩，非常实用。重要一点是，看它的花纹，所有都是爱心型。我们现在近距离的看看它，编织效果非常非常的特别。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它的相关情况。这款设计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正是我们现在要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好，我们现在呢就来正式说它的编织方法。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整款作品呢，毛线用量并不是很多啊，加在一起才3两多，不到4两的样子，就能够完成这个两种穿法的这样的一个披肩。当然了，如果同学们觉得它太窄了，不够实用，你还可以给它织得更长一些。主要我们想让大家领会到这个花纹的魅力啊。好，首先来说毛线，它采用的是纯羊毛的粗线。每一根毛线的直径是2.5毫米，织针6号织针，捻开毛线里边用4小股组成，每一根的直径啊2.5毫米，6号织针。好，这款作品它是采用的是从下向上环形编织而成的啊，在针数上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总的针数只起了多少？120针，在底边的位置啊。一圈一圈我们给它起了一共是120针啊。这120针起完之后，织的是拧针的单螺纹，向上我们一共给它织了多少呢？2厘米，一个很小的小边啊。拧针单螺纹的织法，同学们可以把这张图截下来，很简单啊。一行正啊，一针正一针反，织正针的时候一行拧一行不拧就可以了，就能够形成我们想看到的效果。好，当达到2厘米之后，我们要将所有的针数，这120针不足以完成这个花纹啊，要将总的针数一次性的在一行的范围之内加至198针，从120到198，一共增加了78针，均匀的将这78针加在所有的针套里边，看是隔3针还是隔4针，加一次针啊。好。当它达到198针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来编织这个花纹了，心形花纹。同学们准备截下图。即便你是一个擅长织毛衣的同学，也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截图来一行一行抠着织啊。好，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白色的空格部分都是什么呀？这边啊，看，都是反针，看到了吗？啊，注意，整个编织过程当中，我们是隔一行才有拧针动作，不是正面反面都有拧针，大家注意到了吗？好，截好图之后，按照花纹啊，我们就可以继续再向上来编织了啊。编织的过程当中注意花纹啊，相互之间隔的反针啊，看最初的时候是隔了2针反针啊，然后呢随着编织的过程当中，反针在这位置是有所增加的，看到了吗？好，按照花纹我们环形着一直向上织。新同学不必觉得太纠结啊，因为会织编织的高手啊，会编织的高手们看到这类花纹也需要抠着行，看着图解来一点点织的啊，大家不要觉着太复杂。好，当我们的198针这个花纹高度达到18厘米的时候，我们将进行更改了。为什么？总针数啊要从198减至120针，然后呢我们给它继续织2厘米的这个小边儿啊，拧针的单螺纹，然后一定要收一个有弹性的机器边，这样整件的作品就完成了。有同学可能会说啊，哎呀，那个这么简单呀，那个而且呢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啊。
没关系，如果你的毛线的预算足够的话，你可以向上织的更长一点。减针的时候不要减至120针，你可以怎样？你可以给它一次性的减至更少的针数，这样在脖子上啊，形成一个从脖子向下的这样一个效果，而不是整个一个拥肩的效果，理解了吗？啊，有同学还是说，哎呀，那这样的话，那个我们那个是不是就没有对它这个可爱的花纹有更多的运用啊？并不是啊，实际上如果是某类的英式插肩织法的圆形的毛衣啊，我们依然可以拿它作为拥肩的那一部分，理解了吗？也就是从中间这一部分啊，我们会选出一块作为正身，然后两个就是在两个看在这个位置啊之间再进行加针，应该加10针左右啊，这边也再加针，左右各加出的10针和前后你各取的针数合成一圈织正身，然后呢两边这儿空出来的部分环形的挑出来，包括你原来平加过10针的位置啊，也都可以环形挑出来，然后向下环形的织袖子，对不对啊？包括哪儿呢？包括你的这个位置啊，注意看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一次性把针数减少的话，可以作为领子。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话花纹颠倒了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操作啊，就是看给它这样翻过来，注意到了吗？啊，可以完全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操作啊，就可以调节出哪个是花纹向下，哪个是向上的，理解了吗？啊，编织就是这样的啊，给出大家一个砖头扔过去，然后你就知道哦，是那个目的地呀，就能够找到鱼了，这就是编织的魅力。好了，同学们已经学到了对你有用的知识了，如果喜欢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